好，这是我们家女儿王杰心。我们应该是这个十八年前离开这里。王宝川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守的不是寒窑，我们守的是啊，这个基督无限丰富的基业。那我们大概是15年前，就18年前离开这里，先到奥会所全间服侍一年，后来呢又被调回训练中心2年。然后2007年，我们去了这个上海。然后现在在这个昆山那边过照顾生活，感谢主。我觉得主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呢，他的带领是何其的高深，而且呢这个何其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很喜乐。很多新面孔改变主，因为太多年，18年哈，那我觉得我们是把这边当我们的娘家。很紧张，很多小女孩这边参加，这边导演备讲，还有现场训练，以前是露营训练哈，都觉得很喜乐。我也跟大家保持联系，因为孩子都回来了哈，老大在台中，老二要读中正，在留在民雄。谢主，阿门。